逃生训练女生胆怯，教练推女生坠楼身亡。印度南部一学校发生一幕悲剧，一名19岁女大学生在上逃生训练课时被教练从二楼推下，当场身亡。这名女生当时坐在教学大楼二楼走廊无沿的边缘上，身边垂着一条逃生绳，教练站在她身后敦促她快跳，她吓得大声尖叫，犹豫了几次都不敢跳下。教练急了，从后面推了一把，他身体失去平衡坠落，楼下拉着防护网的学生猝不及防，没有接住他，头部着地，当场不省人事，送医后不治身亡。图片来源：看看新闻网。少女骑车撞轿车，连续鞠躬道歉。结果，河南郑州一名少女多次向一名男子鞠躬。目击者介绍，少女骑车撞坏了男子的车灯，他拿出钱并向车主鞠躬道歉。车主拒绝赔偿，还安慰他，乖，没事的，就是换个灯，之后就让女孩离开了。图片来源：离视频。老爷爷和妻子乘地铁，一举动让人纷纷点赞。